士林慈济志工举办团拜活动，飞天鼓队用鼓声迎新春。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，打鼓气势不输年轻人。今年新进的委员和慈诚也很有创意，利用各种器具演奏乐曲。张玉凤融入在团体中，但在过去由于是单亲妈妈，个性作风很强势。以前会啊，这人怎么那么孤猫？可是久了之后，我们就近视里面有讲说，看别人不顺眼，真的我们修养不够了。中山区新春团拜很甜蜜，近30对夫妻志工一同上台，互相吐槽。都是被你骗进来了。师姐跟我讲说，你进来啊，参加什么参加照相啊，不会谁到位还不用钱。老师，我没有骗他，其实啊，我是用我们上人说的，我们都是方便法门，全巧方便。这一对则是最感人。师姐在生病的过程中，很多法亲的那个疼爱、那个关爱，让我们又站起来了。新年新气象，彼此道贺，延续心中的感动，也谨系着这份难得的好缘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综合报道。